那据说这个城市里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怪物，这个绿色怪物难道是？各位小金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蜘蛛人的第三集啊，哇塞，现在有一个系列，现在做到了第三集。那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，就是说这个洛圣都有人通报说有一只绿色的巨大怪物，难不成是那个什么绿魔侠、夜魔侠还是什么侠的啊？是他吗？还是浩克？不知道，我们可能要出去找找，我们去那个工地里面看看好不好？走咯。哦，蜘蛛人要上这个工地，也不是这么困难的啊。哇哦，哎，这有网子。阿雷，呜呼！好了，上到工地的顶楼，感觉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啊。那个浩克，哎呦，不小心掉下去了！哇哦，哎，我发现蜘蛛人是不会摔死的哦，也是身为一个超级英雄，这样子就摔死，那也太废了吧，对不对？我把你丢出来！哎、欸，完了！赶快先把这边的清掉！不行，不能被通缉！你不要逼我使用大绝哦！不要逼我使用小蜘蛛哦！你是叫十只蜘蛛没看过吧？哇，这样好壮观哦！呼呼。会不会累搞？好累搞！我就知道会累搞，太多只了啦，不科学。来啊，来你们部署警力，我就部署小蜘蛛啊！我们这边好像离题了，不管，我们先走。走了，我们在这边附近找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所谓的绿色的怪物。这个洛圣都通报绿色怪物到底在哪里？难道是在这附近吗？还是在上面那边？我们往上面走，有可能在这附近哦。哪里？哎呦！才刚讲完，说曹操就到啦！等一下，我先把他粘起来不就好了？哦，先把你粘起来。哎，人在哪里？哎呦，好家伙，我跑得够快！哎，怎么粘不起来？把你粘到墙壁上！哎呦，连八！哎，等一下，发射不出来了，完了，子弹有限是不是？哦哟，这招好强哦，连绿巨人浩克都无法靠近我，看我的！你们有没有看过传说中的加藤鹰一秒钟连续十下的射速？哇哦，他被我粘起来了！看这个塔好像不够爽，我们拉更爽！再给你吃！我持续的帮这个浩克，哇！他跑去哪里？哇！他疯了！他现在疯了！哇塞！呜呼！第三人看浩克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干嘛？你买来！哎呦，有够恐怖的啊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警察怎么在打我？好，话说那一只绿巨人浩克又跑哪里去了、啊？我们在前面，我们让他舒马一下啊。哎、欸，人呢？没看到人啊？哇，很爱跑来跑去，他应该是跑去打警察了吧？哇，真的还在打警察，我们赶快把他制服。
赶快制服他！我用闪电金叉，你们赶快射他！快联合，我们跟警察合作！狂电，再强的英雄都抵不过这一招啊！哎，想跑？你看还有免疫的、哦，他免疫啊！掉警察了！你们不要跑！我偷打偷打！哦，哎、欸，阿仁嘞？哦呦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控制不住他啦，太难控制，控制住他了。赶快赶快把他揍死！哇、哦！我靠，飞超远的！等一下，他这一拳也太远了吧！超远！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，我在这边啊！啊，他怎么跑到这边？我们先回到岸上吧。我那只浩克实在太变态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用电直接把它锁死。你在跑，你在跑，你在跑，你在跑！哇哇哇！那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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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来啊！哎呦，他这还动得了、啊？哦呦，哎呦，我的越近，越近。哦，完了！奥克太强了，太恐怖了！也是，我赢了，从头拉苏麻到尾啊！你们就跟你们讲说，不要小看这一招苏麻的。来说一下你的感想，哇！一次电两个哎、欸，你看我来一次电两个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它是会传递的哎、欸，你们也想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电到，哎、欸，没电到，你也想要是不是 ？Together。哇嘞！我明明都是正义，我帮你们把这个绿巨人浩克给除掉啦，你们干嘛这样子对我？赶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好像这边高楼够多哦，对不对？荡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看，哎、欸，这上面好像不错，往上爬，往上爬。哦呼呼！还没有再爬那么高楼。哎、欸，这什么姿势？这什么姿势？这姿势有点怪啊！呼！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卡住卡住！哦，这边这边，躲在这边啊，绝对不是我不想要爬到最上面啊。好，其实我，哇！完蛋了！有了！哇，这个！Yes！ 哦。哦，原来荡上来是这么的困难啊！超难的。好啦，终于走过来啊！那边怎么还有一条红线啊？不管了，当作没有看到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还想要看我继续拍这个蜘蛛人模组的话呢，就帮我按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还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，就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阿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